他的招牌怎样？你吗？不是我啦，这个他是男生哦，变性的哦，看得出来，还是男生，他是男生，我觉得那个蛮强，那个很厉害。哦，这个是女生啊，帅吧？帅，帅吧？他是女的，真的吗？呀，西安庙也做了。他是男的，厉害吧？小四是男生，不要讲出去嘛。我们里面知道就好了。小四，你手速多少钱啊？你手速多少钱？我手速，我的手速，下面吗？哦，我就是变那个。我一准好多钱，我才可以有这个下面哦，要不要看？哦，没有。来呀来呀。小四，你在发什么疯啊？这个小师的整形哦，我整到没有钱整这里掉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你个人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我会怕，太危险了，我怕不能讲话。小师没有讲话就完蛋了，又受伤。你看这里，好，你放好啊。好，你们两个，好的，来看这边。人家明明就好看，一二，你看，来，小石这样子哦，啊，没有这样子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这里，好，这样，不是，你等一下，你看我不是，等一下，来，嗯，好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好，这样，不要动哦，你到底是哪一样？这样子。这里哦，好，这样子不要动啊！你看到上面是门的，下面他都已经说好久了。